喂，好，谢谢。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特种防护团宜兰区大队瑞芳地区108年度铁安演习十元演练，演练项目包括平交道事故、旅客受伤及送医后单一窗口服务、列车出轨及电车线段落轨道损坏及平交道耗制设备故障抢修演练。首先进行的是民防任务队编组部队教阅，部队集合，立正，调整好身，调整好，小心，立正，向右转，好步，走，一二。一二，齐安之怀，有备无患。今天参加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特种防护团宜兰区大队瑞芳地区108年度灾害防救演习民防任务编组，是由瑞芳陆警所陈锡珍所长担任执行官。队员各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扬，进入会场。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前转，小心，立正，执行官陈锡珍报告，宜安区民防大队1到96人，10到96人。报告完毕。小心，立正，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特种防护团宜兰区大队大队长谢清廉报告，参加108年度铁安演习灾害防救实演演练，应到96名，10到96名，恭请交阅。我们现在看到谢大队长前往司令台前，恭请交阅官教阅民防任务队编组。今天参加演习的队伍中，警务中队五人由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瑞芳派出所陈锡珍所长带队，运务中队有35人由宜兰运务段副段长兼指渊指挥带队，公务中队12人由宜兰公务段副段长谢义达指挥领军，机务中队16人由台北检车段段长魏大祥指挥带队，电务中队包括电力耗制电务共有15人，由宜兰电力段段长许明立指挥带队，另外还有内勤人员支援救灾及志工人员5人参演。本次演练同时邀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消防局瑞芳消防分队、卫生局瑞芳卫生所、汐止国泰医院医师及护理人员参加，以强化各单位横向联系，支援紧急救灾工作。装备检查，各单位指挥调整补充，加油！各目标检查兵，跑步，走。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谢大队长带着上级辅导员及裁判官检查装备。各指挥介绍各种装备之用途及特性说明。请问指挥，这是我们的安一个事故处理箱，里面我们会有受证器材，包括摄影机、照相机，车位的提示，我们的计证牌，重要的就是这个风水带，还有那个警戒器，针对我们那个驾驶的一个酒精测量，以上。在系统，这是我们的指挥棒，这是我们的医药箱，我们医药箱都会定期检查它里面的药剂线，像初步的设备都有，然后这是我们的担架跟我们的灭火器，下面还有我们的接驳地，好，是，谢谢。我们好，我是公务指挥官谢立达，这是我们公务的巨轨机，螺旋道地的拧紧机以及我们的钻孔机，这边是我们的起道用的起道千斤艇。以及各式的工具，钢轨的扣夹，以及垫在我们枕木上方跟钢轨接触的弹性垫片，以及我们的尼龙绝缘座。以上，谢谢长官。通告，是机务指挥魏大祥，现在帮你介绍，这是切割机，是在我们的地形一般都是在山区或者比较偏远的地区，像上次你大安事故的时候是整列车都能斜下去的。靠这个切割机把那个车钩切断，再来处理。另外就是千斤顶部分，它下面那一台大的是在我们车厢护轨的时候要使用的。它这是我们夜间有时候我们出去在山区里面啊，或者是隧道里面，必须要那种发电机来照用。就是在这个链条是在把我们的车轴还有转向架固定起来。避免说吊起来的时候，那个像这样的附件会下垂脱离了。以上是机务指挥的报告。长官好，我是电路指挥啊，我是许文义同队。那这一部分是宜兰号制的钻孔机啊，那这个是迎驾到的这个我们的轨道对面。那电路的部分大概就是通信啊，就是我们。照明在使用，它需要延长线。那电力的部分我们这次演练就是我们电车线断掉，那我们就是用接的方式，那我们要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线夹把它弄紧，然后用这个扣件，然后用我们那个链条滑车把它收紧之后，我们要把它接起来，就是用我们这个压接机。那因为我们接起来之后它有损伤它那个线可能没有紧，我们要用这个白耍摇滴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究所使用的版本报告完毕。各指挥说加油走跑步走。现在我们看到各中队已经把我们救灾的装备已经检查完毕，现在回归到我们队伍里。教阅完毕，演习开始。扫息后，部队带回。就演习位置，小心！部队立正！小勇准！左转跑步准！一二。一二，治安思维，
要飞有爱，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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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中队就演习位置。今天我们的十元演练有分两个状况，状况一，平交道事故以及旅客照料；状况二，车厢出轨、电车线段落及轨道受损的抢修作业。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特种防护团宜兰区大队对方地区108年度铁安演习十元演练，演练项目平交道事故旅客抢救及设备抢修演练，状况下达。108年5月16日10:17通过对方街平交道时，一辆15吨大卡车疑似闯越平交道，第418次列车撞击，大卡车起火燃烧，大卡车零件散落，影响西镇线行车，旅客2人重伤，5人中伤，9人轻伤，平交道遮断杆断损，耗资设备故障，如何处置，请演练。11-84对方街平交道撞击一辆卡车，请求救援。11-84列车长，11-84一对方街平交道撞不到一辆大卡车。11-84列车长收到，马上过去协助处理。接通电对方站，11-84列车长呼叫，听到请回答。方向听到一秒。接通电长，正大卡车正出轨燃烧，联系线不通，车上有51名旅客，2名受重伤，多名旅客受伤，如何救援？台湾市收到，立即通报调度员，立即通知四甲停站。11-84发生平交道事故，阻止列车进入该区间。调度所对岸站报告，11-84于瑞芳街平交道撞击闯越，平交道大卡车正在起火，影响西镇线行车，有多名旅客受伤。调度所立即阻止列车进入该区间。对方站值班站长接获通报后，立即通报程序，通报综合调度所，阻止后续列车进入该区间，同时将灾害情形报告站长。第一重大行车事故通报程序速报对方站长，宜兰运路段对方不及着，电力调配室110报案台，请求地方根据警力协助交通管制，119消防队及救护车协助抢救。当事故现场发生时，列车长立即以行调电话传情。向前方车上请求救援外，必须由车上旅客或民众协助伤者施以救援。
救护，安抚旅客，避免引起惊慌。
由于事故多人受伤，在安全区域成立紧急救护指挥所，后来医疗救护站现场座位区也分为紧张区、无关区。而紧张区地上分别有红色、黄色以及绿色，其中红色代表重伤患者进为优先处理，黄色代表重伤患者次之处理，绿色代表轻伤患者最后处理。另外特别感谢汐止福安医院和医师及护理人员共同参与列。此次事故造成两名重伤旅客，站长立即指派站员陪同分别往对方矿工医院及基隆长庚医院紧急救治。如果不管人数众多，救护人员将进行减伤分类，将伤患依受伤程度分为重伤、中伤、轻伤，将重伤旅客做前期紧急处理后，以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轻伤旅客初步急救包扎后，需视情况送往医院治疗。那我们请给予热烈的掌声。去白眼往这里白眼。七个，这样 OK 吗？救护车现在已经把我们的重伤患者迅速前往医院治疗，那我们也将派专员前往做后续的观察以及关心。目前消防队已经将我们火势扑灭。我们看到公务单位正在移出肇事大卡车，并清理散落一地的碎片。现在我们看到公务段出动我们的大卡车，把我们拖掉肇事的车辆，脱离现场，并做后续的清理动作。肇事车辆已经脱离了现场，那由后续其他单位进行我们其他设备的检查。现在我们看到后续人员进行遮灌杆的修复工作，以及现场零件的处置。先行清理路线障碍，瑞芳四角亭街与西镇线单线双向行车，因现场正在抢救以及收证，临线列车行经该平交道需30公里慢行，并确保抢修人员的安全。
我们看到铁路警察除了在现场拉起三层封锁线，在现场放置急诊牌，展开车位查无，不予收证，查查事故原因及收集肇事的资料，并派员调查受伤旅客情形及肇事。台北检车段派员检查4184列车编组，确认4184列车编组行走无碍，先行调入对方站内停放，需回送台北检车段检修，通报4184乘务员及对方站。铁路警察在现场采证告一段落后，正请示检察官4184是否可以放行。检察官同意。四一八四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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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正常。我们看到公务单位正在清理散落一地的碎片，以免影响行车。平交道事故演练告一段落，请各位给予热烈掌声。状况下达10/8/5月16日12:25，是于瑞芳站办理转线吊车作业时，不慎造成车辆一节两轴出轨，电车线扯断约50公尺，轨道损坏约20公尺，请演练。瑞芳站值班站长立即通报调度员、站长及其他相关单位。
站长接获通报，立即指派执行秘书召集机务检修主任、公务、电路及 电力各分驻所主任赶赴现场，成立前进指挥所。站长亦立即将事故概况向宜兰运务段段长报告。当晚的平交道事故，局外支援单位抢救演练后，现在由本局宜兰区大队对方地区紧急应变小组检验事故发生之事件演练。宜兰区召集人谢段长已到达现场，对方站长范宁指挥权移转。谢谢秘书，也召集地方机关各个指挥官及地检所，谢谢。小组召集人对方站长向召集人报告灾害抢修进度，并交指挥权移转由宜兰区召集人调度指挥。好，辛苦的。公务指挥报告，轨道纵谷段20米，约50分钟可抢修完毕，情况完毕。好，辛苦的，这个分别注意我们抢修人员的安全。是。召集人向综合调度所报告。
本次列车出轨预估两小时三十分钟抢修完毕，并随即向综合交通所继续报告灾情及抢修进度。另外，只是请各单位确实依照作业流程 SOP 立即抢修，并请各单位劳安、顺风人员在现场监视注意同仁抢修安全，避免劳安事故发生，有任何状况随时做报告。另外，请各公司媒体发布灾情及抢修工作过程，并接受各媒体采访。回归原来的位置以后，我们再由操作所还有这个。本局已完成打扫，还有教务人员电话，都已经全部验证。使用者如果多上台、多上台外，各单位请注意安全。以上划分公司的单位和间接组织使用，以此作为协助。太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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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容易。接着我们看到谢大队长带着我们长官及贵宾来到我们电力抢修现场，了解救灾情况。那由于电车线、吊挂线受损，此时电务中队出动电力维修车进行电车线检查及修复作业。好，那吊挂线损坏六条。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铁路之后有。那我们要抢修之前我们会断完电。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高压电4000伏的，我们都会在有我们两端有接地，有这个断线，好，我们都会安点装备，然后再上工作。那我们这个两端都有接，那是这边都换，对。我们那个工程，我们这边的结束了。哎，这里是那个后置那个临轨线的，好，临轨线。现在看我们谢大队长带着我们来宾及长官到达了后置抢修现场，由后置这边做一步进详细的说明。对，等到那个临轨线还会脱落哈。
这个部分呢，刚刚我们受到的时候，在这受伤的在现场，我们处理一个救护站哈，分成这个损伤分类，分成重伤、轻伤、中伤哈，那这个啊对哈，对对对，来讲这个。此次平交道事故造成两名重伤旅客分别送往瑞芳矿工医院及基隆长庚医院紧急救治，消极的立即指派各主管部门医院采一对一的照顾方式照料受伤的旅客。还有分重伤区、中伤区而已，还有轻伤区，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来标示。那我在现场也会登记旅客的资料。然后送医的位置，消息人指示于瑞芳矿工医院及基隆长庚医院检疫服务窗口，指派主管及专责人员进驻，作为受伤旅客家属医院间的沟通桥梁。或者说他有电话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另外，为了照顾本次事故受伤的患者，这边我们本局是为此罹患说明最完善服务处，将我们所调查的所有的旅客的资料全部用公告的方式，然后通知给所有的家属的那个家属。他的伤势，他做了记录。再来，我们会在，因为他第一时间的时候是，他是有一些那个资料编号，对，他叫商票编号。对，他们会有一个商票，他们那个医务人员会有一个商票，上面会有编号，所谓的商票那个号码。他们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会正式调查他的资料。每个车站都会设一个影响，我们每一个车站的在一个显著的位置都会设立服务台，然后会有相关的旅客的资料，然后他的年龄、他的性别、然后他的伤势，对，那个时候的伤势，还有他现在的减伤分类，还有他现在在处置的位置，比如说他是送去开刀房，他在急诊室，他已经轻伤的送到病房，我们都会去做清楚的揭示。我们的主管也有相关详细的资料，我们这个服务关怀区呢，就是可以提供给伤者的家属能够来查询，来做相适当的处置。那我们也提供的伤患还有他的家属，他必要的生活的协助，比如说他没有紧急，他没有钱，我们可以先预支，让他能够去采购他的生活用品，能够让安心来做一个疗养的动作。好，我们每一个医院都会有成立相关的一个整个关怀处。对对对对，是。对对对。哎，那因为我们长庚，对对对对对，是，是，哎，是，好，好，好。好，是各位，好，谢谢。好，那我们就先回司令台，谢谢，谢谢大队长，请我们的贵宾及长官回到我们司令台就座。好，还是那召集人会召开复员会议，找几个中队指挥。有中队，大队中队。各中队指挥，请出具前线指挥者集合。好，来，请各单位报告抢救的一个状况。医务指挥报告，本次事故所有的受伤旅客已经妥善安置在那个医院，指派专人一对一的协助照顾，并成立我们的医院关怀区，提供必要的资讯跟协助。报告完毕。好，谢谢大家辛苦的哈。好嘞。公务指挥报告，路线20米钢轨已经抽换完成，路线确定恢复正常。好，谢谢。机务指挥报告，出轨车辆已经护轨完毕，等待回送机组基地维修。报告完毕。好，谢谢，辛苦了。电务指挥报告，电车线经抢修恢复正常，测试设备一切正常，报告完毕。好，辛苦了。记录指挥有没有？警务指挥现场封锁得宜，未发生另外事故衍生。好，谢谢。我想现在我们的抢修告一个段落哈，我们就要开启试运转列车。那请各中队指挥哈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轨道、号志还有电车线的设备是不是能够确定我们的行车安全。那我们现在就到事故现场去开启那个试运转列车。
稍前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召集人召集各单位指挥举行善后处理及复原会议，那各单位指挥向召集人提出灾害及抢修经过情况，检讨抢修过程之优缺点、损坏情况，详细报告内近日提出。对，是运转列车进场。现在我们看到召集人率运、工、机、电各车队指挥于现场监视列车通过情形，确认行车安全无碍后，灾害抢修抢救作业才告完成。本次平交道事故旅客受伤，车厢出轨及列车线断落，轨道损坏，耗资设备故障，抢修演练。在运转列车慢慢的行驶过现场后，已呈现出抢救抢修过程顺利完成，请给予本次所有参演的人员热烈掌声。倒带检习完毕。今天宜兰区瑞芳地区民防任务队以标准的作业流程、熟练的抢修动作完成演练的过程，可见宜兰区民防任务队经由不断的操作演练，达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宜兰区民防任务队演练当发生重大行车事故时如何通报，如何成立前进指挥所，如何交付五大班执行任务，如何通报成立宜兰区紧急应变小组，县长指挥权如何移转，如何展开抢修作业，抢修完成如何处理善后及复原，如何指派专人进驻医院协助旅客照料事宜等等。当事故灾害发生时，各任务编组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抢修任务，防止并发事故或减少灾害损失，并能缩短复旧时程，尽速恢复正常行车。部队集合，部队听口令，照样为主，小组合制，小车空。小心立正，小友站，保姆站，立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立二
小姐空，小心，立正。小心，立正。演练完毕，恭请讲评。小心！不好意思，我看一下资料。我们今天的这个行政院的在房啊，在房既有的办公室的何科长，还有我们这个吴研究员 ，OK， 好，我们铁路警察局的这个黄富芬机长，另外呢，我们这个张警官，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铁道局的这个吴办公室，你好，那另外呢，这个陈助理。另外，今天有公路总局的这个监理站的这个林技师也到了吗 ？OK， 好 ，OK。那这个总办事还有各位评审委员，那另外呢，今天所有参与的这个宜兰地区的这个主管跟这个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好，大家也辛苦了哈。那个104年的这个11月6号。142次的这个火车，在这个在这个二水站的南边惠民路平交道哦，撞到那个拖轨车。那天刚好我随乘机车，我坐机车头。那是我生平哦第一次因公受伤，那次火车也烧起来了，我吓死了，我半年内不敢坐机车头。那么今天的这个演练呢，跟那个事故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怎么样呢？我们这还有一个出轨，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的风险越来越高，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车辆越来越轻，速度越来越快，然后撞上卡车，以前是卡车翻车，现在是火车出轨。那么台铁局呢，每天来负责这个超过60万的抵客，所以啊，这个平常到这个蝗灾的一个演练哦，是它的必要性跟重要性。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呢。看到各位这样的一个精神抖擞，态度的认真切实，然后呢，这个纪委会呢逼真。那过去呢，台铁局15年内啊，3大的重大事故都在东线。那东线呢，又是我们这个火车，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交通。没有火车哦，东部的旅客哦，几乎动弹不得，公路非常的远，所以这个重要性更是更加一等。所以哦，这个重要性哦，不用我在这边再多说明了哈。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这样的一个这个演练哦，准备了很久，也非常辛苦哈、哦。我在这边各位嘉许，也给各位很高的评价。啊、哦，最后我先祝福各位哦，这个将来这个希望这个是一个假议题，永远都不会发生，好不好？但是还是要有备无患，好、哦，积极思维，好、哦，好不好？啊，最后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小心，立正！小心后部队带回，小心！部队立正！加油！冲！左转，保姆，冲！一二，既安思危，有备无患，一二。那我们的演习已经完毕了，今天的演练项目包括平交道事故、旅客受伤、列车出轨及列车前段落。轨道损坏，超重装备抢修，演练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辛劳与付出，希望透过今天的演习，能启发团队的精神，提高紧急应变能力。
更感谢各位长官、贵宾莅临指导。